受惠于网通设备需求强劲，再加上车载博弈订单的挹注，怡鼎第一季的营收是 7.42 亿元，成功改写历史次高纪录。反表示物联网的需求渴望带动工控还有储存型快闪记忆体出货，怡鼎今年 EPS 有机会挑战7块钱水准。